Hello, judges. I'm Yichen from Taiwan. Today, I will bring you to visit the King of Ocean, King of Land, and King of Sky. Are ready? Alright, please take a look of the poster. I will introduce land one by one to you later. Please focus here.17岁、18岁，那我是会喜欢拉花，是因为我之前是小时候就很喜欢喝咖啡。那小时候会喝咖啡，是因为家人说就是小朋友不要喝，但是我很调皮，所以家人越不要就 越想要。然后后来喝一喝就很喜欢咖啡的味道，所以我在打工的时期就选择那个连锁咖啡店。那无意间打发了奶泡，在因为我们的咖啡馆其实不用拉花，就是快速速杯外带店。可是我就不小心打发了奶泡倒下去，有一点苹果的形状，我才发现，哎，原来这个是同事就跟我讲说这个是拉花，我才开始对于拉花产生一个兴趣。因为以前很臭屁，就是在17、18岁的时候就疯狂的练习，然后后来看网络上，因为没有特别上课，所以我就看 YouTube 去学习，就外国人怎么去拉花，然后就看那时候已经那时候很流行，可能做天鹅，可是我就是他做一只天鹅，我就做两个天鹅。然后就去比赛，后来发现说，其实别人已经在做玫瑰啊，或者是说双翅天鹅啊，更多更困难的东西。那透过比赛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，然后就是会进步比较快，而且可以认识到就是这个咖啡产业的。其实过程很痛苦，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比赛，台湾既然是台湾选拔赛嘛，所以一定他们会挑选最优秀的人代表台湾去比赛。那这个图形的话，通常都是原创型的，所以我觉得最困难就是，我觉得最痛苦的地方是你要想得出来，而且你想的你要拉得出来，要符合你的构造。然后它毕竟你在纸上画的图形跟在拉的又是两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